要带领这个方位不是很容易哈，因为要大家的配合和支持才能够把这个发挥带领好。因为我们所有的活动啊都要有计划，那不管我们做得好不好，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哈，给幕后工作人员一个掌声好吗？其实你们看到的所有的一个活动哈，就是要经过计划书申请哈，还要写。好像我们开会，我们要做的多少事情要应选出来什么啊？我们的大工程周丽玉，好，来分一下手，真的很辛苦。还有一个大工程是属于他做那个会计的事务哈，那就是默默的在做哈。配合得到，我们这个会才会欣欣向荣，对不对？啊，才会茁壮。所以呢，我就有心目中的一个人选。当然呢，可能这个活动啊，要带领这个活动，你们不熟悉还是怎么样，我还会在幕后支持帮忙。啊，一个在幕前，一个在幕后帮忙推动，我绝对没有离开。啊，还有就是说，以后一任以后、两任以后、三任以后，我希望我们的画会呢，有一个新的代表出来，不是由我出来。我希望大家可以轮流来当理事长。不是会画的，就是可以当理事长；不是画的最好的，当理事长是能够带领这个画会往前迈进的人。那如果我能够不要去管一切事情，由那个理事长带领是最好的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人选，我是会在幕后再帮忙推动。那我现在要推选的这个人选就是罗世班罗理事长。他非常谦虚的人，可是被我拜托到了，不得不来坐这个位置哦。来，你讲一下。谢谢徐老师哈，那个祈祷。不过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坐在人前面，我刚刚讲不想坐。现在就是说，我真的是，我很愿意帮助老师把这个大地文学会把它继续推广。那我一定是完全的支持老师的一些做的。因为事实上大家都很清楚，我们都是老师的学生。那我们也不求什么，就是求这个大地文学会能够继续的存在。